2月9日，吴奇隆刘诗诗夫妇现身机场，两人装扮休闲，状态十分轻松。吴奇隆头戴墨镜，一身深色系装扮，刘诗诗则一如既往走少女路线，鸭舌帽配白 T 牛仔裤，口罩变鸭子嘴引人发笑。二人更是开启虐狗模式，更十指紧扣秀恩爱，十分甜蜜，羡煞旁人。近日在台湾某访谈节目中，吴奇隆在谈到刘诗诗婚后变活泼时说，大概是有人给他撞哪儿了。主持人在节目中表示，很多人都觉得诗诗结婚之后个性开朗活泼了很多。吴奇隆马上回忆说，我觉得其实以前她的个性是相对比较腼腆，话说的也都比较少，现在包括她穿衣服的风格，包括人的感觉，确实是比以前活泼了，大概是有人给她壮胆了。自2015年登记结婚并在巴厘岛举行婚礼以来，龙诗就经常公开放闪。那就是有很多男生会一玩游戏可能就会顾不上，就是一些家里的事情啊，顾不上媳妇啊。是他顾不上，我要顾的，我什么都得兼顾的。我什么样子他都喜欢。此前二人还被拍到一起去新加坡游玩过节，街头牵手搭肩，十分甜蜜。